好意思徛在遮，徛在去死嘞！你见未笑？今天你碰头顶面潘金动，人家绝对有报应。对，我叫你去死嘞！敢死？我叫你去死嘞！倒定，好生，我倒你去死，跑你去死嘞！就被我 hold 住，干嘛干嘛？你哦，从那个十八层地狱游览回来，对不对？冰箱拿出来的，冰冰的，没见。讲等下啊，咱三个做位下家比啊！我吓你死啊！你是挑工的吗？我谈，我就是谈我的家庭圆满，我谈一家好乐开圆圆满，我就是上谈的人，我就是你老家做的，安尼你怀疑吗？坏精神！糟蹋你糟蹋了了啊！是我逼你妈妈去做人的小三偷生囝，若然到你今麦徛在这里咧，正正话讲我危害你，安尼敢有天理？敢有天道的存在？然后这是他的花园，他种了几颗种子啊？四颗。四颗，老师教你们自己把它贴在手腕上，然后对上和下交朋友，就戴上了。那我就戴上了。对，小手挥起来，准备好了吗？好了。那我们跟着音乐一起来喽，把我们的小手变成花园。等多久啦？啊，吃一个早顿，等到要吃中昼顿啊！啊，但是要吃宵夜的啦！阿母阿母，吃喷哦，吃喷哦！喷你个死啦！你是想讲话无？你过来阮家外国，到即摆台去一句你都袂晓讲。我讲吃喷啊，有啥物问题哦？这是放哪喷？你是要吃喷哦？我吃喷。啊，那这是要哪吃啦？你都知影我喙齿无好，这叫你点，我是要哪吃？我甲你换。没，你即摆甲吃掉。袂当浪费、哦。好，阿弟你也用啊。你先提，我搁提一箱。
你先吃，我来去吃。你看，叫伊吃就搁个旁个后边，我唔知伊咧变啥梦。啊呐，啊不，你先提来啊。是向你叫你加步，啊，我有事有叫你去提啊。我即马提一支就叫伊就免提就对啊啦。啊，你就叫伊去买来，都免吃就对啦。恁两个即马是讲好的。啊！吵到恁两个心半，真是不好啦！啊，你这是啥啦？阿母阿母，你讲你不爱吃。阿母阿母，你不要生气。来，这个酱瓜好你吃。这啥？这是小酱瓜。酱瓜是啥？你这个酱瓜炒的酱瓜嘞？啊，这是小黄瓜做的啊。酱瓜。一行菜尔哟，咱家即马是善家人哟。有啦有啦，去准备啊。咱家是无钱，阮家是趁钱拢互恁提刀去开啊。啊，咸到要死！恁做嘛来？你个国会也不够食酱瓜？你喷喷梅食都无代志啊！啊，不，小黄瓜、小花生，这两个小黄瓜加小花生，小啊小小，恁做嘛？连饭我都无都剥了。你即马提这个土豆要叫恁做嘛剥？你即马是叫哪呐？阿母，阿母，快给我帮！阿母，无安尼啦。来，来 Q， 真正是哦，那个人在那冲啥来？我有一个好办法。什么办法？你那是袂当剥，我迄个土豆小花生哦，我给它剥剥变花生酱，你配饭。唔免，我跟你感情无遮好。叫你扣你是嘛是咧？你我干嘛咧拍拉凉哟？我是爱跟你开杠哟。阿婆，这个小酱瓜我不会分你。是啥物咧？小小酱瓜，你进扣啦，老师啊！啊，我的囝诶！阿婆阿婆，闲乱啦，你看伊两个，我无闲乱哟。你两个无爹时阵，伊两个拢苦读我。真是啊！我跟他讲要吃一个啊小黄瓜跟吃小伊咯。阿母啊，你莫莫莫再莫再生气啦！你两个都拢甲车车路拢讲不爱和我讲。现在就是现在嘞，现在阿母我甲你做主。你一定爱讲做主。哎呀，今天咱两个无处理，阿母面子拢无。我无得话。阮两个是有名的好主。对。快报，咱才对你无义务。真正，无在妈妈咧怀胎十个月，安尼硬甲你生出来。哈？你中邪？你没做好主呢？我来。阿爸，来阿爸，不要啦！叫小招牌。哈，我去。哈，您看到我到家。我去哪？来泡泡高丽姐来，好。